Bebi, Bebi, Bebi， 快点过来。喂，什么事？我觉得我电脑哦，你中 COVID。 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耶，我 Google History 哦，自己会不见掉的嘞。那么奇怪。对咯，反正你看昨天我不是去丢垃圾哦，才三分钟了耶，回来哦，我 Google History 全部没有了。可能电脑自动删除吧，我听说 system 一直在更新嘛，它每更新一次，电脑就会被自动删除。不可能啊，如果自动更新的话，不是会有那个 notification 嘛，对不对？等你要 click 那个 yes 还是 no 吗？但我什么都没有 click， 怎么可能会自动更新？我不知道，电脑问题嘛。哎呀，明明以前做事就好了嘛。就是有影响我做事啊！我现在以前全部 Google Search 中心，现在都找不到哎、欸。你给一下给我看 A B 对不对？哦，阿发达，阿发达啊，阿发达我有看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如果你真的有看的话，你就坦白跟我说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只要你不要看那种怪怪的东西，我通常都 OK 的。哈？那种怪怪的东西你也看啊 ？OK， 不用紧，只要你没有看那种多人运动，我应该都还可以接受。啊，多人运动 ？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偶尔也是会去看那种多人运动啦。所以，只要你不是看那种怪怪的女生啊，像类似，不是女的，男的，从后面来，动物，龙、马、狗、恐龙。Baby， 给我点隐私可以吗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，只有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，你想着我，我想着你就可以了。Baby。